你怎么开到这儿了呀？开上趸船啊！哎呀，没开到地方还想要钱啊？警察局要去。哎呦，离夫人我远点儿，别把我身上的狐狸皮长大衣弄脏了。好，拿去吧，便宜了你们了。再给你们加点儿，可把东西给我抬上趸船。做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？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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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碰我的狐狸皮长大衣！不要碰我的狐狸皮长大衣啊！